类似本土的这个震撼力，所以可以让我们这个叫摇滚区，所以等下会感受到那个鼓跟类似的，还有我们整个的那个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三段经文的话，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宣读，好吗？好 ，OK。那我们现在来敬拜我们的神啊，众圣徒一起起立好吗？我们一起来朗诵我们诗篇八十七篇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迦南的圣子，他爱雅各一切的住处。神的神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。我要提起拉他国和巴比伦人，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看哪，非利士和泰尔并不是人，各个身在那里。论到西安，必说这一个、那一个都身在其中，而且知道的，并亲自坚立这城。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身在那里，歌唱的、跳舞的都要说。我们要安静，要知道你是。
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要凡事查验，上面的人要持守，各样的恶事要尽皆不做。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那完全无可指摘，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，他必成就这事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20节。